为着提倡拍篮球，招大家斗阵来运动。德山镇公所六月八号将伫德山公园篮球场举办三对三篮球比赛，并伫今年加入新组织。若是有兴趣的民众，现在就会当开始报名，时间到二十五号为止，欢迎大家踊跃来参与。拿球上篮，一记盖火锅，来票面对方得到分数。今日篮球赛现在伫第三顶公所，嘛要伫六月七八第三公园篮球场来举办篮球比赛，吸引了真侪爱好篮球的民众，想要报名参加。我们竹山就是办这篮球活动，我当然要踊跃参加，因为可能不常有这些篮球活动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当然，可以拿到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的。希望公所可以多办这些活动，让我们可以去参加这样子。也希望镇公所可以多多赞助我们这些喜欢打篮球的孩子们。对于公所这个参加比赛，因为我觉得身为我们是主山人，就是在那边打，就是在打的过程中，无论是输或赢，就是希望是说能享受在过程的汗水与那个对手跟切磋。为了提倡篮球运动，第三顶公所听到民众的心声，特别举办三对三顶吊杯篮球比赛，更加伫今年加入青组组，不管是大人或者是小朋友，拢会当来拍篮球。2019年竹山三对三第三届镇长杯篮球赛已经开跑了，环期日期到5月25日都是可以报名。我们组别很多，有社会组，有高中组，有国中组、国小组，只要你爱好篮球的好朋友们都可以上网去报名哦。我们在6月8号会举行比赛啊，希望大家尽快上网啊来参加登记你要比赛的项目，欢迎大家哦。我觉得现在孩子3C用品玩的太多，那参加这种运动的，我觉得对孩子来说身心发展上面都很健康。那透过这种亲子的活动，就可以增加我们彼此的默契啊。所以那天会带小朋友来报名？对，我已经报名了这个活动，重要是玩的开心，然后有活动到。比赛嘛，分组，中年组、社会组、高中组、高中组、高下组以及女子组。还有今年特别加入的青组组，若是有兴趣民众，已经可以开始报名了。报名时间到5月29号为止，欢迎大家踊跃来参与，到顶来运动。记者林双昌报道。